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啊！欢迎你嚟到呢个网上嘅释经嘅讨论会。咁我哋呢系今日呢系继续讲到属灵恩赐嘅，点样呢能够发挥我哋嘅属灵恩赐？系继续呢讲到发挥属灵恩赐，我哋嘅生命点样被提升？点样呢进入不同嘅侍奉，被神去训练？啊，今次呢个经文呢就系提摩太后书1:6。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嗱，呢个经文呢，我相信即系有啲人呢喺教会或者团契呢都听过最后嗰四个字嘅如火挑旺。大家有冇听过啊？喺团契啊，喺教会啊，有冇听过呢四个字啊？即系譬如嗰个主题啊，如火挑旺啊，咁咧有冇听过啊？大家就系、是、如火挑旺，就系、是、讲到灵命挑旺，灵命挑旺啊，即系我听过以前听过都系咁样样啦。咁咧，但系咧喺呢度经文咧，全个经文咧系对于传统嘅教会。系有一个冲击嘅，即系因为咧，佢都嗰度讲到咧，使你将神藉着我按手所俾你嘅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咁呢度讲到咧，就系话神藉着保罗按手传递俾提摩太嘅恩赐挑旺起嚟。所以呢个主要系讲到挑旺属灵恩赐嘅。咁而呢个恩赐边度嚟咧？就系、是、藉着。保罗按手所俾佢嘅，咁所以呢个经文系一个经文咧，系支持按手可以传递神嘅祝福。嗱，仲有其他经文嘅，咁但系呢个经文系非常之清楚嘅，系即系其实系传统教会就觉得已经唔再有发生噶啦，即系呢个按手祷告会带嚟祝福咧，系已经唔再发生嘅。咁好多人都会咁样睇法，咁但系呢个经文系好清楚讲到咧，系。真系可以透过按手祈祷去传递祝福嘅。咁譬如我自己喺安卡罗为我按手祷告咧，系即时领受对神好大嘅爱啦，即系经历神嘅爱咧，同埋咧系哇神咁好，我真系好感激神，好欢喜神，好爱神，亦都咧即时咧为人按手祈祷咧系好多果效啊！嗰阵时我系非常之震撼嘅。咁因为我自己去咗第一晚啦，跟住我就第二晚我就跟住喺主日我就话俾我哋教会啲人听，我话喺呢个聚会我经历到圣灵好大嘅临在，咁我就带咗啲弟兄姊妹去啦。咁嗰啲弟兄姊妹去到咧，咁亦都系经历圣灵嘅工作啦。咁然后咧就喺我按被按手即系第二次嗰阵时咧，我就。即系隔篱就系我其中一个教会一个姊妹啦，咁我咧就起咗身嘅时候咧，我就拍一拍佢啊，拍一拍佢，跟住我即时觉得有能力喺我手经过，去到嗰个人身上，系我即时觉得好特别噶，哇！即时有呢个能力，咁我就其实咧我都冇谂住系会使用呢个恩赐嘅，咁我咧就。翻到去，因为我嗰时都觉得系需要一段时间嘅，但系翻到教会咧，就有一个姊妹咧，佢就话咧，佢喺个聚会有邪灵，佢想搵我赶邪灵，咁即系佢觉得有邪灵搅扰佢啊，佢咪由佢屋企咧有好多偶像嘅，咁佢一入到个聚会，即刻觉得好唔舒服，一出翻嚟就冇事喎，好明显嘅，佢话好明显啊，一踏出嗰个聚会嘅场所就冇事。一入去就好唔舒服，咁佢就叫我同佢赶邪灵。咁当时嚟讲，我系未曾做过任何一次嘅。咁而有另一个姊妹又入过去接受呢个赶邪灵嘅祷告，佢就话俾我听佢点做，咁我就跟住做啦。咁同呢个人做嘅时候呢，佢就觉得有啲嘢喺佢嘅手指脚趾嗰度离开佢啊，走出嚟啊。咁系即系佢即时觉得有啲经历，有啲嘢走出嚟。咁而當時咧，亦都有另外有人一齊嘅。咁另外有人一齊咧，我又為佢哋按手祈禱啊。咁啊，按手祈禱嘅時候咧，
佢哋就话觉得有能力。咁呢个系我第一次知道，即系话喺我哋经历圣灵充满之后，唔需要等好长嘅时间，即时可以有圣灵嘅能力嘅。咁我就开始为教友去即系邀请佢哋按手祈祷啦。咁咧就好多经历啦，就有啲人喊咗好耐啊，好多释放啊，好多改变啊，所以我就即刻发觉咧，就系即时有呢个属灵恩赐，就系为人按手嘅时候，可以帮助佢哋经历圣灵、生命更新啊、赶邪灵啊、医治啊咁啊。就我第一次祈祷发觉有医治咧，就系我有个教会邀请我，冇几耐之后嘅，就邀请我咧去带领聚会。咁我就问咗个传道人先嘅，我话我可唔可以喺个聚会之后为啲人按手祈祷？佢话可以咁啊。咁佢就话咧要入一间房，即系边个想嘅就入嗰间房啦。咁我哋入嗰间房啦。咁我哋喺度为啲人按手祈祷嘅时候咧，跟住我就问佢哋啦：你哋有咩经历？咁又有一个婆咧就跳起身，佢话哇我腰骨痛好翻，佢仲喺度扭佢条腰。咁第二个婆咧又跳起身。佢话咧，我膊头痛又好翻啦，又喺度猛咁喐佢嘅膊头，喐佢嘅手臂，咁咧就即时咧系令到我好惊讶，即系话系神真系咧今日仍然有医治嘅恩赐赐俾我哋嘅，亦都当时有一个人咧有邪灵嘅，咁呢个真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启发啊！即系话原来圣经讲到昔日所发生嘅事，今日可以发生嘅，就系话呢个恩赐咧，系即时传递咗俾我啊！咁我系好多谢神，亦都系权柄啦。即系耶稣系讲咗，信嘅人都有神迹，随着佢哋就系奉耶稣嘅名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咁咧呢个都系耶稣讲到嘅权柄嘅。咁呢个就系、即系喺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藉着按手所得到嘅神嘅能力同埋恩赐，咁系。好啦，保罗呢度讲到咧，就佢话咧，为使我提醒你啊，使你咧将神藉我按手所俾你恩赐，再如火挑旺起嚟，叫你嘅恩赐如火挑旺。点解要如火挑旺咧？因为人好容易会失去咗最起初嗰个热切嘅心，或者恩赐嘅运作，或者侍奉嘅火焰。咁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呢啲恩赐再如火挑旺起嚟，喺我经历圣灵充满嘅时候咧，其实当时亦都我认识有相当多嘅教牧啦、信徒啦，系当时都一齐经历嘅。不过有好多我过后睇翻嘅时候咧，佢哋系冇乜大改变啊，有啲甚至即时都冇乜改变嘅。其中有一个教友，佢真系非常之轻可咁去讲呢件事啊，佢话咧。咁咪喺聚会跌低咯，咁咪跌低起翻身咯，咁即系佢完全冇留意到佢里面经历嘅平安啊，或者系能力啊，佢一定有经历噶，但系佢冇留意到啊，佢冇留意佢就唔会保持，咁结果咧就系、是、即系都有好多人咧，即系可以话系麻木啊，即系佢哋冇乜留意到神嘅工作。亦都咧冇乜大嘅回应，咁就算佢冇经历到好啦，其实我不断教导嘅，喺教会当时系不断教导点样运作啊，点样俾神使用啊，咁但系有啲人就系佢嘅心对于神咧系唔系好强烈啊，所以就算经历咗咧，佢都唔会保持。咁另一种情况咧就系、是、有啲人咧佢系试过喺圣灵中运作，但系因为惊啊，咁亦都有好大嘅原因咧，因为有好多人咧佢哋系。佢唔会了解嗰啲经历过，譬如佢按手啦，佢初头去试下做啦，佢为人按手嘅时候，到底嗰啲人经历到乜嘢咧？佢又唔去了解，佢唔去问，佢唔问嘅时候，佢唔知咧，亦都唔能够使用嚟帮助人啊！点样唔能够使用帮助人咧？就系佢咧就唔会咧，譬如话你经历咗圣灵嘅工作系非常美好嘅，你想唔想以后跟从神啊，听神嘅话啊？咁佢就冇呢种唔会去问呢个人啊，唔问呢个人嘅时候咧，佢就唔会教佢保持啊，或者使用去传福音啊，即系就会即系冇咗呢啲因素啊。就系、是、有好多人咧，佢哋
一方面就係唔識得運作啦，第二咧就係驚啦，驚住啲人冇經歷，問佢嘅時候冇經歷啦，或者係唔識得點運作，或者咧就係懼怕。有啲其實知道嘅，有啲人見到有人為人按手祈禱真係有果效，咁佢哋可能又驚住自己祈禱咧又冇乜果效啊，所以咧佢哋就唔再喺呢個運作裡面。雖然佢哋經歷到聖靈嘅工作，但係佢哋唔識得保持，咁呢個係非常可惜嘅情況啊！就係我所見到有啲人嘅情況，咁我都求主幫助，真係咧，我哋每一個任何嘅經歷，所以我時時都話俾人聽，當你經歷到聖靈臨在你身上嘅時候，請你保持，請你多親近神，時時讚美神，時時感激神、愛神。亦都咧操练为人按手祈祷，当你操练嘅时候咧，神嘅能力会更大临在你身上，你亦都发觉你会帮到人，系一个好大恩赐嚟嘅。咁你愿唔愿意咧？咁我就会好多时都会鼓励人去运作，同埋俾机会佢哋操练。咁当然亦都系话俾佢哋听，如果佢哋有邪灵，就唔好为人按手祈祷，佢哋需要处理生命，赶咗啲邪灵，亲近神处理生命又赶邪灵就。唔好即係有邪靈而去為人按手祈禱，或者咧係有憂鬱嘅長期憂鬱嘅情況，即係佢長期憂鬱而冇處理到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按手嘅時候咧，佢嗰啲情況有可能會傳遞俾被按手嘅人。OK，好，咁我都鼓勵大家，即係話你所經歷到任何聖靈賜俾你嘅能力恩賜，都善用啊，都珍惜，都發揮。神就欢喜啦，神就会加力俾你啦。咁呢个需要我哋去有信心。神赐咗俾我，我可以使用嘅，放胆去使用，亦都可以咧为人按手之后，可以问下佢嘅喺按手祈祷嘅时候有冇咩经历。咁让我哋知道佢嘅经历啦，嗰个系为咗佢嘅。咁我哋点样为咗佢咧？就系佢有经历嘅时候就话俾佢听啦。嗱，你经历到圣灵嘅工作，你点样保持你第时祈真到都去翻呢个状况，投入祈祷去翻呢个状况，咁你就可以保持到圣灵嘅临在。咁即系为咗佢，俾佢留意到圣灵嘅临在啊。我哋可以问佢：你喺心灵同身体有冇咩任何嘅感受或者经历？咁当佢有嘅时候咧，我就话俾佢听嗱，呢个就系圣灵临在你身上，系神祝福你，咁你就以后多亲近神咧，就会。繼續經歷到神嘅幫助同埋能力，你嘅靈命就可以提升，你都將來可以更多侍奉神。你為人按手祈禱，啲人會生命改變，被醫治、被安慰，咁你就可以使用嚟傳福音同埋建立靈命啦。咁即係我會解釋埋俾佢聽點樣做法，點樣用心靈愛慕神，同埋點樣係運作傳福音同埋建立靈命。好，有冇人有問題啊？好，咁我哋就祈禱下，放鬆個人。你可以牧企起师，身，系，你讲啊。咁如果嗰个人，譬如你头先话，嗱，你而家感觉到咧有圣灵嘅同在啦，咁样，咁你之后就要保持咯，记住呢个感觉，你之后就保持咯，咁跟住佢就会可能会问，啊，咁我点样保持啊？喺屋企，咁你今次系你带我入去噶嘛？咁我喺屋企祈祷，我点样保持啊？咁我有时咧，我亦都会即时同佢讲嘅。嗱，我而家唔按手，你企埋一边，自己祈祷。你试下睇下，用个心灵。咁我都系讲俾佢听可以嘅时候，我解释俾佢听。心灵诚实敬拜就系咧个魂，即系包括魂与灵啦。魂咧包括思想、意志、感情，就系整个思想认同神系最好嘅，跟从神，神嘅话语系最好嘅。咁然后咧就系意志，我决意跟晒神。将生命献上系最好嘅，神就会祝福使用进入神喜悦嘅旨意。咁然后咧就喜悦啦，就系个感情啦，喺个思想以至感情嗰方面咧，去亲近神，就系整个感情都中意神。正如我哋会中意我哋中意嘅人，我哋如果中意嘅人，我哋会好开心。咁我哋对神咁好，我哋就中意佢啦，学习中意佢。咁我都会解俾好多人听嘅。你未学到灵，点解整个心灵爱慕神？你就中意咧，已经系接近嘅，即系个心里面神你真系好啦，我真系好中意你，好欢喜你啦。呢个系比较容易
容易明白一啲嘅，即系用心灵，成个心灵涌出嚟向住神咧，系比较难明白一啲嘅。但系欢喜喜悦系比较容易明白嘅，咁你就欢喜神。咁啊，点样欢喜神呢？哇！神做咁多奇妙嘅嘢，我身体咁奇妙，啊，我手脚眼耳口鼻内脏，如果冇一样都唔掂嘅，咁多啊，神真系好啦。啊，神做万物咁好，咁多食物咁好，神又差遣圣灵感动我，叫我悔改信主，感动我，叫我跟从神。耶稣又话我钉喺十字架上，多谢天父神，你真系好啦。咁我哋就中意神啦，变咗天堂咧系好好嘅，我又中意神。啊！我真系好想去到天堂，见到耶稣啊！天堂真系好啦，咁咁个心就中意神，中意神嘅时候咧，整个人咧就会即系容易经历圣灵。咁佢当佢喺呢个聚会嗰度试下做中意神，佢已经咧会咁。其实中意神咧，圣经都有讲嘅，就系以神为乐，以耶和华为乐。咁咧就神就将我哋心里所求嘅赐俾我哋，就系话一路欢喜神，感激神。咁呢个就系佢哋。比较容易做到嘅，咁用灵咧，我就用即系话好似叫出嚟咁啊，哈利路亚，好似个心灵里面咧，好似一方面就好似将啲重担叫出嚟，另一方面好似我个灵飞去神嗰度啦，成个灵去欢喜神，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喺我祈祷嘅时候咧，我成日都系噶个灵好飞去神嗰度咁嘅，咁呢个就系我哋可以时时做嘅一样嘢咯。即系譬如大家有冇觉得？眺望神赐俾我哋嘅恩赐难唔难呢？啊，会唔会啲恩赐咧就啊，好似慢慢耷晒啊？以前做到，而家唔做到啊？咁样有冇呢啲情况呢？好，仲有冇人有问题？嗱，冇，我哋一齐祈祷下，爱慕神，爱慕神系更加容易被圣灵充满嘅，就系个心中意神，欢喜神。多谢主耶稣，多谢天父，大家可以起身放松嘅人啊！多谢主耶稣，耶稣你真好啊！多谢天父，你真好啊！神，你一切嘅作为都系美善嘅，你创造我哋系极度美好，你创造我哋身体每一个部分都系重要，都系宝贵嘅。我哋啊，见到环境所有我哋经历嘅嘢，呢啲啊食物啊，啊啲花草树木啊，都系好靓，都系对我哋健康系好重要嘅。多谢天父。神你真美好啊！我又多谢主耶稣为我哋钉死，我哋不配嘅，但耶稣为我哋钉死好大嘅恩典，我哋就欢喜你。我哋又多谢圣灵感动我哋，感动我哋悔改，信靠耶稣做救主，跟从耶稣，遵从耶稣，侍奉耶稣，都系神所喜悦嘅。啊，你帮我哋嘅心喜悦神，欢喜神，我以神为乐，欢喜耶稣，感激耶稣。哈利路亚，多谢主啊！我哋紧靠你，我哋挨住你。我哋成个人咧，个整个灵投奔向你嗰度，哈利路亚，主我紧靠你，主我紧靠你，尽我心以我灵，主我紧靠你。主我紧靠你，主我紧靠你，尽我心以我灵，主我紧靠你，以爱感召我心，将我。紧拥抱，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只归你，以爱感触摸我心，将我紧拥抱，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只归你，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只归你。主啊，我哋整个生命献上俾你，求你使用。当我哋将我哋整个生命献上俾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唔好效法呢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够测验神嘅善良、纯全、可喜嘅旨意，就能够逐步进入神完美嘅计划。求主帮助我哋，感激你、欢喜你、爱你，发挥我哋嘅恩赐，我哋整个生命都被神使用。主耶稣帮助我哋有信心，深信你好想使用我哋每一个，深信你一定俾我哋足够嘅恩赐，我哋唔需要担心，唔需要忧虑，只要我哋亲近你、信靠你、遵从你、侍奉你，你必然喜悦，你必定咧去祝福我哋嘅。求主帮助我哋打开个心门，神啊，我哋打开个心门，我哋渴想你，我哋感激你、赞美你。求主嘅圣灵大大充满我哋，更新我哋，改变我哋，赐俾我哋火热嘅灵。恳求圣灵充满我心，恳求圣灵充满我心，恳求圣灵释放我，恳求圣灵融化我心，恳求圣灵改变我，恳求圣灵充满我心，恳求圣灵释放我，恳求圣灵融化我心，恳求圣灵改变我，主啊，恳求圣灵充满我哋嘅心，更新我哋嘅生命，提升我哋嘅生命，改变我哋嘅生命，使用我哋嘅生命。主耶稣，求你将属灵嘅恩赐赐俾我哋，都叫我哋珍惜我哋有嘅属灵恩赐，并且被火如火挑旺起嚟，被你挑旺我哋嘅恩赐，挑旺爱你嘅心。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神你真好啊，耶稣你真好啊，我哋欢喜你，我哋鍾意你，就更加容易被圣灵充满啊。哈利路亚，神真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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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真好，哈利路亚！神真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你对我真好，神真奇妙，神真奇妙，神真奇妙。神真奇妙，你对我真好，神真可爱啊，神真可爱，神真可爱，神真可爱，你对我真好，多谢天父，多谢耶稣，感谢耶稣，神你真美好啊！我哋欢喜你，我哋中意你，我哋谂到你任何一样，我哋都欢喜，我哋都中意。多谢天父，神你真好啊！我哋谂到你创造我哋身体咁奇妙，我哋可以唱诗歌赞美你。我哋有口有舌头，多谢主，我哋有耳仔可以听到啊诗歌，可以听到神你嘅话语，可以我哋用眼睛可以睇到神你嘅圣经。可以睇到人，睇到你所创造的人，也都睇到你所爱的众儿女，睇到他们在主里面的平安、喜乐、轻省、爱主的心。我们多谢主啊，你赐给我们每一样东西都是美善的，你赐给我们有感情。当我们见到人美好，我们的心就会开心。我们想到神美好，我们就会开心。这个感情非常之美好啊，我们不是麻木没有感觉的人，我们是有感觉的人。多谢主啊，赐给我们有感觉。求主帮助我们呢，是保持正面的感觉，时时保持在平安、轻省、喜乐、感恩的状况。所有任何负面的情绪我们都处理，都放低，任何的怨恨啊、埋怨啊、低沉啊、不开心啊、抑郁啊、
愤怒啊，都求主帮我哋处理，就话我哋唔需要俾人影响，唔需要俾情绪影响嘅，我可以选择感恩，我唔需要谂住嗰啲唔好嘅嘢，我可以放手嘅，我哋就选择时时选择喺有正面嘅感恩嘅心，成日感谢神，神你真美好啊！多谢天父，神你所创造样样都美好，我哋就因为耶和华而欢喜，因神而欢喜。我有这喜乐，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非世界所赐，非世界所掠夺，去，哈利路亚，哈哈，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非世界所赐，非世界所掠夺去，哈利路亚，哈哈！多谢天父，多谢耶稣，耶稣真好啊！我哋欢喜你，我哋感激你，我哋就越嚟越同你有亲密嘅关系。多谢天父，多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啊，你真好，我哋有你万事足，有神万事足，有神系最美好嘅。主帮助我哋感激你、爱你、欢喜你，亦都愿意做任何嘢讨你欢喜，做任何嘢咧系祝福你所喜悦嘅人，祝福神你好想拯救嘅人，神你好想去更新嘅人，求主帮助我哋有呢个心。就是做你欢喜的事，多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多谢耶稣，多谢耶稣，求主叫我们活得平安、轻省、喜乐，没有担子，因为一切的烦恼都要过去，所有烦恼都不紧要，我们不需要反复思想那些烦恼，我们就反复思想神的恩典，还有有任何人对我们做好的，我们都感激，我们都欢喜，那我们就所有经历我们都是时时保持在一个喜乐、平安、轻省的状况，而不是一个低沉的状况。多谢主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有神万事足，我们可以一生靠主喜乐，在主里面喜乐。多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